我们呢会员讲的花的时间比较多啊，那我也说过为什么会时间花的比较多，因为它是文学的这个基础，尤其印文学的基础。那如果我们这么讲啊，各位啊就应当要有能力啊，对于现在还活用在社会上的这些民间艺文啊，它事实上是最普及的啊，上至皇宫、王公大臣，下至庶民左族都会用上。那我也不是也一再和各位说过，像这样的一个文学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学里边最精致的一种啊，因为它讲究的生情、词情，各式各样的文学的这种组织结构，几乎都用上，用上。那因为我们这个《史文学概论》，我几乎是第一个把对联纳入《史文学》，而且说得这么详细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些是一般俗文学没有，尤其呢我们马上要讲到的民主故事啊、影子人物这一些东西，因为俗文学才是刚刚建立的一门学问。各位呢读我的书啊，你们这都，我虽然不讲或者会很快带过的，但各位都要起码都要好好读一遍啊。也可以守两岸的写俗文学的书啊，没有像我们这么写法，他们是把俗文学当俗文学在写，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把俗文学啊用学术的态度方法写啊，完全是学术的态度方法。所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碰到某一个体类一定要怎么样辨其名义，我一定会用很精炼的语言来说什么叫什么，然后一定会尽量的把它历朝历代发展的简史，各位不要小看这个，要把这历朝历代的简史这样梳理下来，提纲挈领啊，这个要集合许多学者的研究，还有我整理的功夫啊，还有然后它的分类，尤其呢，它的有的用作用啊，有的用分类别举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故事类里边啊，我们很快的来带各位看一下，都带书来了吧？说各类型的故事，你看把寓言当作故事的一个类型，这也是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寓言就是以故事来做载体，来承载呢他所要表现的哲理思想，或者嘲弄的意味啊，或者劝诫的这个什么种种，都寄托在这边，说寓这个旨趣于故事之中。我们的语言呢、啊，我们现在常说说话，对不对？言语。事实上，说话的那个话的本意是什么？
说话的话的本意就是故事，话的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故事，所以话本就说故事的本质。唐代的这个语言一字画画，白居易喜欢听一字画画，那一字画画就是有关一枝花的故事。这李亚仙呐、啊，当初的李亚仙，我很快带各位把这个念一遍啊。各位翻开207页。寓言一般说来是属于较为精致短小的故事，运用散文体，以比喻的方式，是抽象深奥的事理，通过浅显具体而有趣味的事件传达出来，使之达成教训或讽刺的目的。因为它以形象传达，所以有时会见仁见智，提悟不同的旨趣。又因为它往往言简意赅，所以或如同中国的写意画，追求神韵。君看萧萧指数笔，满堂风雨不生寒。或如同中国诗，以少胜多，寒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你看这个寓言，要把寓言的名义浓缩在这样啊，含括性。那像这一段就是各位必须要细读的。那寓言的名义，你看光寓言的名，这个呢，各位再翻开来208页，在《先秦诸子》里边，208页的中间，《先秦诸子》里边相近的这个语词，你看有除说。除说和寓言呐、啊，事实上就是怎么样，就互文的。除就是寓，说就是言，啊，还有说林、果言啊，这个果言和寓言呐、啊，是在古代的这个语言上呢，事实上是一生之转啊，譬喻。引言、蠢播，蠢播从负面的来说，这个寓言的现象，就是杂里杂八、错乱不存的这个语言呐、啊，这个是负面啊。所以光这些名词，我常常希望各位呢要留意怎么样名义的问题，也就是说。许多呢名相同，但事实上意不一样，叫名义名同意不同。有一些呢是名义名虽然不一样，但是内容差不多的啊，这个就是名义实同这两种现象，各位不要小看，常常许多的。自学就是因为迷乱，你怎么样？没有分清楚名义之间的问题啊。好，各位再看210页，《中国寓言小史》。你看，如果你们要读书的精华，那么在这个《先秦诸子》里边呢？可以说就是哲理的寓言。那么汉代的寓言呢，是劝诫的寓言，就可见内涵有所变化。那魏晋的这些寓言呢，它就是开始有一种往笑话。比较这个没有那么严肃了。那中唐以后的啊，就讽刺性的寓言出来了。慢慢到明清呢，这个寓言就和笑话呢结合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寓言中是用笑话的形式来写的啊。有没有笑话里边？还有很深的寓言的味道啊，所以像这两者啊，就会有，跨界，
混合的这个现象啊。好，各位呢也可以当好玩的，像212页寓言的分类举例啊，我举的，你提个，比如说《先秦哲理寓言》212页中间，我举的一些例子啊，都是比较没那么样子深奥，比较浅近，而且有名的例子。各位呢，我的用意就是你们要训练自己读一点古，借这个书写而能够读文献，读一点古书啊。所以这些啊，都是用心挑给各位的啊，而每一个呢都是有味道的故事，所以读起来我想不会怎么样，不会太干枯啊。所以像这个举例，每一类型每一个这个时代呢都会这个举例。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是带有笑料啦啊。这个各位啊，回去务必再把它看一遍啊。同时呢，可以把这个读了一篇以后，有关寓言的典籍啊资料，有什么样的著作内涵，重要都在这里边。也就是说，起码我是根据了后边12本书。225页，12本书写出这一篇来。我们呢，做一个读书人，你要有所著作啊，不能偷懒，啊。就像你要评论一个剧本，你如果不好好读一遍，好好什么，你下笔就评论东抄西拉，就变成一部戏曲史，这个都是很可怕的啊。好，这是笑话。笑话就是可笑的故事。我觉得前言这一段呢都很值得念念。笑话一般说来是一种诙谐逗趣和寄托讽刺的故事，其形式短小，具简单的故事情节，有喜剧的气氛，也有喜剧的冲突，常用夸张的手法与尖锐的矛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事物的本质，使人在笑声中得到娱乐或情绪。根据心理学家的统计，笑有180余种之多，齐如山国剧艺术会考把国剧表演的笑分为正笑、冷笑、气笑、故笑、强笑、娇笑、狂笑、假笑、良笑、度笑、惊笑、僵笑、傻笑、呆笑、巨笑、谄笑、内笑、羞笑、奸笑、阴笑、哭笑、苦笑、讥笑、窃笑、疯笑、嗔笑、大笑等27种。可见笑是人类的重要表情。笑话一词是近代的语言，中国古代与之相接近的用语有谐、闲谑、排条、笑言、嬉笑等。刘勰《文心雕龙·谐引》最早讨论到笑话的体制、功用和流变。司马迁《世纪古籍列传》记载最早说笑话的人物，如淳于髡、幽詹、幽梦等。各位，你看看，笑话这个名词当然是现代的语言啊。那人类呢，是一个表情呢丰富的动物。你看他们这个科学家研究啊，人类的这个笑话有180几种，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笑过几种也搞不清楚。你看京剧的表演艺术，光一个什么啊，
光个孝啊，就二十几种孝法，也很难为这些啊表演者了，啊，你二十七种光那些名字我都记不清楚，那何况你要把它孝出来？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的中国戏曲的艺术达到的境界高不高啊？很高，啊，我们光孝。一个笑就有二十几种，你一个甩头发，哎，甩头发，口眼身法部的那个法不能写法律的法，为什么主张写头发的法呢？因为头发的法，光它里边的动作所含蕴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啊，是很丰富的，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人心情，一个人这个等等，啊，我也把它统计过啊，像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里边呢、啊，好像这个有关身段动作的。文美啊，多少种？我那天向你说多少种？身段动作的。身段动作。嗯。啊，一千多种是吧？啊，一千多种。所以这些啊都可以看出来啊。啊，各位呢，现在读起来比较有趣的是232页《笑话小史》，并举例，啊。举例，各位把它当笑话来看，啊，这个每一个朝代啊都有它的特色。以前呢、啊，在报纸里边呢、啊，一定有个专栏叫解疑篇，啊，每一天登几则笑话。奇怪，这么好的事情，怎么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报纸好像没有了，有没有？没有了。以前呢，我写这个的时候还有哎，好，结语你再帮呢，249页。由以上可见，笑话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清凉剂。朱子史传中的笑话，目的都不引人发笑为能事，只去皆在既奉献或警戒于古籍诙谐。直到曹魏、邯郸。存住孝廉之后，接踵而出的笑话作者，乃往往只捉住一种情绪、一片遐想，记录一段笑谈或一件趣事。于是，人生的探望、世态的炎凉，都在简短的文字中舒展成篇，而其内容则涉及零零总总之众神像，甚至超现实的突发奇象。笔调则多用嘲弄戏谑或诙谐逗趣的言语形式，以通俗生动之手法来调侃人生的严肃艰涩，这大概是一般笑话撰作的基本形态与特质所在。也因此，笑话就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层出不穷。时至今日，笑话仍旧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报刊杂志的笑话专栏，如《时报周刊》的解疑篇、《读者文摘》的开怀篇、《世说新语》等，乃至于许许多多新编旧刊的笑话书，以及电信局试辟的笑话专栏，莫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可见人们是多么需要笑话的滋润。说笑话呢，正把它研究起来，还是可以做一门学问的。下边呢、啊，又有一个系列。神话、仙话、鬼话、精怪故事，就是一系列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又是一个系列。神话呢，在西方啊比较发达，研究啊、理论啊，种种呢是。可以说被许多人讨论的学问，像神话
我认为啊，是一门学问的。纵使我们中国不发达，但是呢，我们自己的神话，就应当用我们自己能得到的材料，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系统，而不要呢，马上就引用西方的，然后呢，要来套入我们中国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呢，有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被套入，有些不能被套入了就被遗弃了，或者呢，有的血族势力的就走样。你就拿我们俗文学来研究啊，西方的俗文学的概念和中国俗文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俗文学就很简单，是对什么而言的，有俗就有什么雅嘛，我们是俗对雅来说的，就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俗对雅来说的。那么俗一定流过广远，雅一定是在怎么样士大夫阶级啊，这是自古以来两个这个文化的脉动，雅俗的同时推移，同时交错，又同时这个什么呀并进。你要说水比较鲜，水比较厚，有时候很难说啊。那么因为雅是在知识分子，因为俗普及于庶民百姓，所以他又拿人物身份来对比，就士大夫的文学，有怎么样庶民百姓的文学，其实是这么样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俗文学绝不会包含民俗，我们的民俗是另外一回事情，民间的习俗是和礼仪有关系，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在开头二十几页探讨俗文学的名义的问题，我也引了西方呢的概念。那么西方的概念其实好些不是我们中国人有的，因此呢，现在我们中国人研究俗文学啊，运用西方的来研究的，你看北大它就有民间文学，又有俗文学，有些大学里边民间文学俗文学是开不同的课的，不同的课。那拿中国人的观念，民间和俗是不同的概念，民间一定是对什么而言的，对官府而言，官府里边有谁为主体啊，士大夫，民间谁为主体啊，庶民百姓，这才能对比啊。那俗文学只能对雅文学啊，所以啊，这个一个名义也没弄清楚啊，对他的研究的范围啊，啊，这起码呢，互相这个难以取得一致。那这个神话，神话的神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有神，有仙，有鬼，有精怪，这四个名词是超什么呀？现实的还是超？是现实的还是是？还是超现实的？超现实的人物，
啊，是就超现实的人物来说的。而何况呢，神鬼神仙，请问神和鬼，神和仙之间有时候会不会有怎么样，有时候会互相有重叠的部分，导致精怪比较没有。精怪就是异类，而这个异类呢，不只是会动的动物，甚至连不会动的植物甚至矿物都有。你们知道在台湾有一次啊，轰动一时的一件社会案件，哎，我不知道哪里写过的，叫石头公啊，有没有记得吗？石头公啊，就有一个神教渡河啊，渡河，那么有其中啊停下来，大家在那边休息，看到河里边有水，那年轻人就逞强说下去游泳，可是那个呢，那个河水底下有漩涡，有时候一个下去起不来，第二个就说我去救他，就起不来，结果就产生了这个溺毙的现象。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说这个地方呢，是当年有一个女孩子啊，就在这里跳水自杀的。一说就说这个女孩子的灵魂在这里作怪，然后呢，就从里边有人把她挖出一个石头来，说这个女孩子的魂魄就在这个石头上。那有人呢，就把她石头抬上这个田里边，开始给她烧香祭拜，越拜人越多，多到怎么样，说很灵，很灵，各乡镇都包游览车来，每一天啊，哇，那个地方变成一个闹市一样。那我们的政府呢，就觉得这民间的这迷信不要让它这么搞下去，好，就把那个石头啊，趁着半夜把它搬走了。搬走呢，附近就修铁路，正在修铁路，有许多石头。啊，第二天这些要拜的人来，石头不见了。那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来开开玩笑。”他就忽然呢跳起神棍来了，踢挡了啊。他就说什么：“我就是那个十八岁女孩的附身。”啊，然后人家问他：“那你现在哪里？”“就在那个石头随便一比，又把这个石头又搬到田里，继续又拜。”这样闹了，不知道什么政府真正出来干预，然后呢，不准再拜这些。把那个石头当场把它再扔回去，才消失。而那一阵就叫石头，其实因为石头嘛，就掏不了，但是都叫它石头公啊，一个石头都可以如此这般。所以神啊、仙啊、鬼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边呢，常常是相通的。但是神话呢，已经慢慢的被这个有一个特殊的
定义啊，和这个请各位看254页。神话学由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后，迄今已近百年，但什么是神话，学者的说法还是莫衷一是。一、谢六义的定义有三方面：一、一个想象的故事；二、极古时代的故事或神与英雄的故事；三、如实际的历史的传说者的通常故事。二、矛盾的定义：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形式，虽然荒唐无稽，但是人们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三、鲁迅的定义：习者出名，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四、林慧祥的定义：神话的意义或说是关于宇宙起源、神灵英雄等的故事，或在想以为关于自然界的历程或宇宙起源、宗教风俗等的史谈。五、元科的定义：引用高尔基的说法，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应。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并不是出于人类头脑的空想。六、刘大杰的定义：远古的神话都是原始社会人们集体的口头创作，在有文字以前已经广泛地流传在人们的口头，它们流传日久，使得故事的内容复杂化、系统化、美丽化，而成为出名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对于自然现象的奋斗和愿望，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在艺术概括中的反应。七、谭达先的定义：古代人们为了表达他们自己企图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愿望、奋斗业绩，表达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通过幻想虚构成的神奇的口头故事，便叫做神话。假如说的严密和科学一些，神话就是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人民不自觉的艺术幻想中的生动反应，也是当时生产力低下的人民企图支配自然的一种结果。八、周扬中静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云：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故事，它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应，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九、陶阳中秀的定义：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用幻想的形式，并按照自己的心理与愿望对自然和社会潜在力量所进行的描摹、解释和与传述的故事。简言之，神话就是关于神们超凡行为的故事。十、中静文的定义：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十一、江彬的定义：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应。十二、钱明兹的定义：神话是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古老的散文作品，是那一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加以不自觉的形象化、
以幻想为主要手段的语言艺术。十三，勾股法的定义有三点：一、真正人类童年时代的口传作品；二、人类早期真正的不自觉口传作品；三、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早期，不能支配与征服大自然时产生的关于神的故事。十四，万书源的定义，神话是原始民族留给我们的一系列具有超人、超验、超时空特点的故事。以上所举十四家都是国人对于神话所做的解释，如林慧祥以上的早期学者对神话所下的定义大抵都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四零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学者则受高尔基、马列思想的影响，多主唯物史观，因之时代的意识形态颇为严重。至于作为神话学之根源的西方学者，对神话的定义意字纷纷，教人难以论断是非。为此，王孝廉乃根据日本松孙武雄博士《神话学原论》上卷第一章序论编译成《神话的定义问题》一文，发表在《民俗曲义》第27期。其内容大要是：由希腊语之语言可以推出，神话就是以神或英雄为内容的故事，这是古希腊的大众性定义。松村氏将学者对神话所下的定义分为六类，第一类用来强调神或英雄事迹的叙述，但忽略了神话的说明性；第二类与第一类正好相反，用来强调神话的说明性而忽略了叙述性；第三类认为神话是以叙述或说明自然界的物想为中心，但却忽略了人文的存在。第四类与第三类正好相反，认为神话是人文现象而忽略了自然现象。第五类认为神话的发生只是人类对自然的心灵活动，而忽略了人类与文化的关联性。第六类强调神话内在的圣性，而忽略其俗性。松村氏认为，作为历史概念而存在的神话，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自然因素或自然现象；二、人类生活的各种事项；三、各种超自然的存在态。因此，神话必须是一、说明或叙述以上三种之间任何一种的存在动态；二、说明或叙述以上三种之间任何一种的成立、起源、特异点等。于是松村给神话像的定义是，神话是持有非开化心意的古代民众以与他们有共生关系的超自然性威灵的意志活动为基底，而对周围自然界及人文界的诸现象所做的叙述或说明所产生的圣性或俗性的故事。像这样的定义，由于对世界名家做过分析和批判，最后做归纳总结，自然较为圆融可叙。我眼目所及有14家啊，你看我最后的归纳，凭良心说呢，我自己都不很满意，因为实在各说各话啊，有一些共同的属性，但是呢能够把它说得十分清楚，一直到现在都很难。所以神话的这种所谓研究啊，还要下一些功夫。那么难就是难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看法多就没有共识，看法不同所做的取材和用来研究的这种材料就可能不一样，那不一样的东西研究出来所得的就是什么呀？概念、结论也当然不一样。不过神话和出名，就原始人呢，有密切关系，应当是
是必然的。那么原始人真正生活的是对大自然，而他们接触的大自然有许多现象，只是知怎么样，知其然而都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天上的月亮会一下子就什么变小啦，没有啦，然后就慢慢又出来啦，这现象谁都看到，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就想要用他的想象，用他的这个理念要来怎么样，要来给他诠释。所以这个就有叙述的对象，叙述的对象就大自然。那么如果被叙述的同样人类，这个人类一定是普通人类还是出类拔萃的人类啊？一定是在自己族群里面出类拔萃，那就是英雄啊。所以来诠释他所产生的各种诠释法，那他当然还有历程啊，有这个情节。所以神话就是有关大自然啊，或者人类出名种种的一种现象的诠释。我们生活的天地怎么来的啊？你说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神话？盘古开天啊，我们的神话里边，盘古混沌用大斧头开天又产生出来。那么类似这样的，如果各位研究中国人这样子，或者我们的原住民又怎么想法，或者印度人或者西方人又怎么想法，同样一个现象不一样，但是有些确实非常什么，会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洪水神话，人类为什么在这个什么传到今天，这洪水神话剩下一对怎么样，一对兄妹，这种洪水神话确实相通的。我觉得往这边研究呢也许更有意思，神话比较不发达，因为我们中国的文明是北方为中心还是南方啊？北方为主要的中心，那北方你想一想，不是平原就是高原，平原高原一望无际啊，一望无际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理性会比较多还是幻想性会比较多啊？理性会比较多。所以诸子百家你看所谈的都是哲理，可是南方呢，南方像古代的楚国，各位庄子是哪里的人啊？庄子是七元力啊，是属于当时的南方的这个楚国。南方高山大泽，烟云缭绕，所看到的呢都是迷离恍惚的境界，所以呢幻想性高，所以产生了庄子的哲学。你看齐鲁一带又产生了什么神仙啊？古代的这个神仙道化方式都是齐鲁，齐鲁就现在山东了，因为山东出去是海，海里边海市蜃楼所看到的传说，这个
秦始皇为什么求仙呢？啊，他往这个海中要去求仙呢、啊，结果听说求到日本去了、啊，三千童男、三千童女都把他养大了，叫他们结婚。结果现在的日本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啊。那边也有许多的徐福的遗迹啊，所以这个什么呢？神武天皇，事实上就是徐福啊。有个学者呢，研究了半天，结论就这样啊。那对我来说，我很相信这样的结论啊。可对日本人来说呢，他绝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啊。说地理环境对于这个神话当然也有关系，而我们中国的神话又慢慢的会注入历史性，还有延伸为仙话，所以好些这个什么最早期的这些神话中的人物啊，后来都把它历史化，比如说尧舜呢，啊，现在我们把它当作历史人物，就是神话历史化。说各位如果有兴趣呢，这也是一个好题目，神话历史化。而神话呢，也会慢慢变成怎么样，仙话。比如西王母的故事，西王母那毫无疑问是一个神话，因为原型的西王母故事是在我们现在西北的山海经里边的少数民族，他的装扮看起来啊，啊、哦。西王母的那个装扮看起来其实像现在的酋长一样，少数民族的酋长，可是再往后延呢，我们周穆王的八骏马去的西王母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美丽的，不是少妇嘛，起码也是中年的，慢慢的又变成怎么样？仙女之首，慢慢的又变玉皇大帝的怎么样？母亲，啊、哦，你看这些延伸，所以慢慢的我们下边讲到、啊、一种叫主题学研究，啊、哦，从最早的根源延伸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元素的注入。就会不停的发展转型。你看牛郎织女，原来只是天上两颗星星的神话，对不对啊？银河边一个星叫牛郎星，一个叫织女星。他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是怎么样。男耕女织，现在的银河，所以呢，一年慢慢就一年只会见一次，就产生了这个乌鹊啊搭桥的故事啊，然后呢，神女也会下凡了、啊，这个织女也会下凡。这以后我们会专门谈这个问题。你看，一下凡以后，他和人家就恋爱了，他就是仙了。这一仙化以后，那么七仙女的故事又加进来，啊，好，那牛郎呢？后来魏晋南北朝的这个里边的那个《搜神记》，所碰到的一个读书人叫董永，
董永是个孝子，中人很重视孝子，所以就把董永和这个织女呢要结合在一起，这就变成民间的传说了，流仙话传说啊。然后呢，开始呢，他的老牛啊，会耕田啊，也会如何啊，种种又变成一种童话故事啦、然后织女呢，因为有织女，所以和这个女性呢，慢慢要结合在一起，就变凄凉妈的信仰，就变成错综复杂。你看一个太阳，原来有九颗太阳，对不对啊？那个后羿射日，那个要算神话还是什么话？那个后羿那是神话，可以射太阳的，这是人类的英雄啊！你九个太阳，旱灾为祸人类，我们就出现一个可以把你射下来的，这是是早期的民族英雄啊，也就是神话中的英雄人。可是后来这个后羿变成什么？变成个国君了、那么和嫦娥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嫦娥不甩他，觉得这个太什么了，就托灵药飞到这个什么月宫去了，这又转入了什么仙话。所以各位啊，这个神话呢，英雄话，历史话，神话，仙话，种种的这个也都是可以注意到的问题。那下边呢，我列举了好多的分类啊，因为我们这是概论，所以呢把学者研究的成果呈现起来。但是每一个研究的这个成果，我总会给他们做一个小结啊。各位看看263页，这神话呢，每一家每一派都分类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写戏曲史，我对我们中国戏曲的这个分类也有我自己的看法。好，配训的263页中间，学者的分类有以基准有别。学者的分类由于基准有别，自然各异其趣。有些当然有待商榷，如高国凡的《牛郎织女》是否可列为神话范围？其中又以袁珂的《广义神话》影响最大。严格说来，他的观点自谓是受了毛泽东的启发。他颇有支持者，如张振礼先生，就推演出创造新神话的可能性。郑志明也说，近年来根据广义神话的论点做民间信仰的神话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多起来，如郑志明的《文学与宗教之间》，以台湾神明传说为例，台湾民间信仰的神话思维等文，指出神明传说即是民间新神话。可惜郑志明举自己为例，只是不知提倡民间新神话的还有何人。对于袁珂先生的分类法，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教佛教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仙话佛话不同于神话，不能把仙话佛话当作神话的一部分。日本有名的神话学者大林太良论述西方学者的神话分类，如克拉佩神话起源论中的分类，关于天地、太阳、月亮、巨大发光体神、星星、大气、火山、水、冥府、半神神话、起源神话、宇宙起源神话、
人类化诸神的神话，关于远古状态的神话，太古与演变的神话，末世论神话及自然和宇宙论神话。大灵太阳由德国民族学家卡尔·施米兹之说为神话世界要解答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世界？二，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人类？三，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文化？每种神话分为三类：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而他特别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一个神话有时既属于宇宙起源神话，又属于人类起源神话。近年来，学者的分类仍有些出入，大体上对神话的界定比较明确，不至于将仙话、佛话或传说也列入神话范围。陶阳中秀的分类以内容分，简要的分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大类，再细分则可分为天地开辟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日月神话、英雄神话、冥界神话、洪水神话、人祖神话等等。而陈建宪则以五题来分类：一、宇宙的开辟，盘古神话及宇宙软母题；二、人类的由来，女娲神话及泥土造人母题；三、生存的空间，昆仑神话中的世界之起母题；四、严酷的自然，洪水神话与世界末日的母题；五、生命的沉滩，人类再造神话及兄妹婚母题；六、英雄的崛起，一亿神话及圣日母题；七、生产的革命，农业神话及弃子母题；八、战争的洗礼，皇帝神话与探神母题；九、文明的曙光，治水神话及英雄战水怪母题；十、不朽的超越，冥界神话及彼岸追寻母题。陶阳中秀、陈建宪及卡尔·施米兹的分类方式都是值得参考的方式，尤以卡尔·施米兹最为言简意赅。宇宙起源神话如盘古神话、日月神话等，人类起源神话如女娲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如文化英雄神话，而陈建宪以五题为基准，则周延性最为完备。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我是采取了这个陈建宪的母题呀、做基准，因为母题做基准呢、比较容易呢建构，而且这个基础啊也比较这个没有分歧，所以下边呢、各位呢我就引用了好些的原始资料。比如说宇宙的开辟啊，这个盘古如何开天，然后呢再看267页，人类是怎么来的，那就女娲，女娲黏土造人啊，这里边有许多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献，我都按照这个什么呢前后秩序把它排列啊，各位自己也阅读啊。我的用意啊就是希望中文系的这个书是为中文系写的，中文系的学生都要多读一点古书啊，所以保留了这样的这个写法，是从来没有书文学写的这么艰难的，书文学写的这么不俗的啊，所以里边有好多的这个文献的材料。可是这文献材料就是告诉各位啊，你们读了以后有时候你就自己应当怎么运用啊，不管怎么样，中文系的这个学问还是文献资料为第一的啊，为最这个可以说最重要的啊。虽然我主张还有什么资料啊，各位记得吗？
还有考古文物资料，啊，还有田野调查资料，田野调查资料，还有这个访查的资料，调查访查是不一样，访查有对象，然后就是你自己啊，如果是从艺术或者什么，你还是观剧场观赏拿戏曲来说，还多这一样啊。所以这些呢，重要的文献呢，我把它记录在这里，没有简单的说明。生命的沉酣，各位就知道在说兄妹结婚这个事情啊。英雄的崛起就是古代里边，日神啊，或者什么神啊，对人类的这个文明都有所贡献的。然后文明的曙光啊，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分类啊，就拿中国的文献来说呢，是很可以呼应得来的，啊。好，这一些啊，都完了，各位再看。第277页，中国神话特色与价值。中国神话较诸西方神话，无论质与量都显得贫乏。推究其原因，未必如一般学者所谓始于原始人的后生使用，也未必源于儒家历史化与伦理化的意志中，而是从殷周以契春秋战国竟没有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用来作为创作的素材，从而加以发扬光大。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神话就汉族而言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原始的质朴性。汉族上古神话产生较早，发展又很缓慢，大都还停留在早期阶段，像嫦娥那样的美女很少见，更多的是兽形、半兽形的形象，譬如到汉代才变成美人的西王母，巨身海经还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通法戴胜，即使造人补天的女娲也是人头蛇身，而伏羲是龙身人头，炎帝是人身牛首，颛顼是人面智慧鳞身，使慧鳞身，形象千奇百怪，内容也荒诞不经。皇帝与炎帝战于百泉之巅，是率熊皮狼豹驱虎为前驱，雕鳄鹰鸳为旗帜。而西方神话虽也有兽形、半兽形的形象，但总的说是人形，而且大多举止娴雅，风度翩翩，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尤其充满爱欲，产生许多优美的爱情故事。第二，地域性强。中国幅员广阔，地理环境不同，氏族林立，生活习性、语言民情皆有差异，所以各地所产生的神话自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山海经》就是按地域记载各地不同的神话故事，譬如中原氏族多以龟蛇等爬虫动物为图腾，西北氏族多以虎豹野兽为图腾，东方氏族多以鸟日月为图腾，而每座大山、每条大河也都有自己的主宰神。第三，宗族化倾向。这种倾向如以下三段资料。颛顼生老头，老头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世处尧山，始作乐风。皇帝生苗龙，苗龙生荣吴，荣吴生陆林，陆林生白犬，白犬有辟母，是为犬戎。帝俊生禹浩，禹浩生寅梁，寅梁生番禺，是始为周。番禺生西仲，西仲生极光，极光是始以木为车。这样的氏族系谱记载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夏商周各有自己的始祖氏系，
而神话宗族化倾向也是人们常说的神话历史化问题，都根源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氏族血亲制度，而由此也导致汉族上古神话以生物为对象的图腾崇拜，经过半兽半人神发展为全人形的祖宗神，祖先崇拜接上神灵崇拜，宗族系谱续上神灵史系，即人神关系演变为人族关系，汉族神话的一个特殊现象，神鬼杂糅就这样形成。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受到相当的重视，也发现大量的神话在各民族口头流传。马昌仪在《中国神话故事》的前言说呢，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并说这些神话故事的特点是：第一，一些民族的创始神话从单一型向以某一主神为中心的故事系列发展，如满族的天神创世，包含天神阿布卡斯都里创造天地、开辟山林、区分药草和毒草、拯救人类等故事系列；又如普米族的巴米莫列，巴米是普米人的自称，莫列是系列故事的意思，那是由采金光、洪水朝天、青蛙舅舅与仙女成亲、百鸟求神、狗找来了古神等系列故事组成的。其他如拉祜族的壮帕密帕的故事、壮族的布洛陀、纳西族的人类迁徙记、吉普族的创世纪、萨拉族的天地人诞生、独龙族的独龙人创始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一些作为一个名创世神话主体的故事，常以韵文体和散文体同时在民间流传，各具风味。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四川凉山彝族的创世神话史诗乐而特一，便属于这种类型。至于神话的价值，则是指神话中所蕴含的萌芽状态的哲学、历史、宗教、伦理乃至于自然科学的现象。因为神话具有融原始社会各种意识形态于一炉的特点，所以具有多种价值。譬如从各民族有开辟天地、万物起源的神话中，可以考察人类最初的宇宙观；从女娲补天造人神话中，可以看到母系社会的存在。神话的美学价值更为突出，它所展现的人类童年的英雄气概和美好品德，所记录的人类同大自然斗争的艰苦历程，对于后人具有相当大的教育作用。神话中神奇现象的想象、栩栩如生的形象，又给后人以无穷无尽的艺术享受，并成为后世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神话并不是容易研究，但是也很有研究的这个价值啊。譬如说啊，我们那个盘古到南方的传说叫盘凤，叫盘凤。我一直啊认为，盘古和南方的盘古的传说啊，是应当是可以连接起来。南方的传说的这个盘凤呢，说南方有一个国家，那么因为受到外国的侵略，国家很危险，因此呢，国王就下令说，我们国中有哪一个人可以把敌军的统帅的头啊砍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结果果然第二天有人把那个头带过来，结果是公主房中的养的那一条狗啊，那一条狗，那一条狗呢，就正要和公主结婚了。他说：“你这个畜生，还怎么样？”
不当回事。结果这条狗呢，半夜啊，就把公子呢叼出去，就是说把他带走了。公子也认为你老父亲，你说出这样的诺言，纵使他是一条狗，我还是会如此。结果这条狗和公子结婚了，就在深山里边呢，生了一大堆孩子，然后每个孩子就变成一个支系的这个祖先，还原下来。那那一条狗就叫盘龙，说南方的传说啊，这个是这样子。可是这中间呢，我是完全拿什么？拿我们中国的语言啊，语言盘古盘古的这个观念，所以神话呢有这些特质，而且，我认为用母题的分类好，那每一个母题呀，就可以进一步的研究，那么研究就会我们说过的历史化或者是什么仙化，这个延伸的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研究。这种研究啊比较难，但是很有趣味。你把一个什么呢，自古以来啊零零散散各自独立的片片段段，你把它统摄起来啊，给一个完整的有首有尾的一个论述啊，其实也极有意义的啦。那么各位，这个仙话、鬼话、精怪故事这样的这个章节啊，也在别的俗文选编很少出现的。那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研究仙话也研究得很好，所以我就把它介绍在这里啊。鬼话一样，精怪故事，所以这几章呢是比较新的内涵啊，新的内涵。下边呢，就各位回家自己看看啊，我就不说了。下个礼拜我们进入民主故事啊，今天就是讲到这里，谢谢各位。